小飞姐都知道，大家最近很期待姬薇家的小女王 Lucky。但是你们有没有忘了前段时间节目中出现的两个小可爱哦，那就是贾静雯和修杰。姐家的布布和小碧欧尼沃这两个小妞的爸妈也越来越学成小春妮彩儿夫妇了，都不舍得多分享一下。想来是爸爸妈妈太忙了，好在最近这一家四口就出去玩。大家都是超级想念这两个小妞，可以一饱眼福了。妈妈又发了一大段分享的话，真的很用心哦。妈妈夸姐妹两个都很乖巧呢，一起睡在妈妈身边都没有互相影响，很乖嘛，看妈妈骄傲的样子，真幸福，有着两个小宝贝在身侧，不知道让多少人羡慕啊。妈妈还特别夸赞了布布小姐姐，说此次出行特别照顾妹妹比欧尼哦，说一路上嘴里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妹妹还好吗，不要怕，姐姐保护你，不愧是可爱的小天使布布啊，都可以想象得到她认真和比欧牛说话的样子呢。妈妈看着姐姐眼里全是爱啊，妈妈贾静雯的少女腿和少女颜真的是让无数小年轻的汗颜丫鬟，又比欧牛小可爱已经长这么大了还是那个呆萌的严肃小模样，未来貌似真的不可限量啊，长大的布布大姐姐可爱一点莫少，反而越来越懂事了，还多了一小丝丝淑女的气质哦。当然啦，小顽皮还是有的，黑溜溜的大眼睛还是我们布布本主哦，大作还不错哦。萌神比欧牛来了，宝宝受了发现没，大家纷纷表达了对这两小可爱的喜爱，你们有没有想这两小指望关注小飞姐八卦随时知，我们的口号是没有蛀牙笑口常开耶。